们是奇聚女生 Twinsker， 我是姐姐 Titi 张奇聚，我是妹妹聚聚张新奇，没错，我们是长得很像，我们是如假包换的双胞胎，很开心和乌美的朋友们见面，你们好。父亲节很快要到了，对吗？是，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。当然呢，我们很快也要发行我们的创作专辑呢，还有我们2018年的新年专辑哦。是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在两张专辑里头呢，都会加入很特别、很特别的风格在里头，一改我们以往的整个风格。是，而且我们自己有写了好多很特别的歌曲，对，创作了很多很多特别的歌曲在里头。想要知道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？大家就一定要锁定，就是在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啦。当然呢，我们也参与了一部电影，也就是林德荣大哥的一部电影的拍摄。虽然里头是小小小小的角色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多多的支持。是，因为这部戏呢，这部电影呢，它是一部教育的电影，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，而且里头呢是就很感动。然后我们也是有血有泪，而且我还因为拍电影跌伤了脚，对，现在就走路都会很不方便。可是我觉得是值得的，因为有这么好的一部电影，我们能够参与是真的很开心。希望未来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拍摄啦。当然呢，我们还有什么都是我讲，你讲一点吧。没有，重点都让你讲。嗯。那大家想更了解我们呢，可以锁定乌美频道，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会把第一手消息，乌美都会锁定。好，什么活动一定会让你们知道。是。当然呢，也要感谢乌美，感谢乌美的观众朋友们，希望我们后有期，拜拜。我们是奇聚女生 Twinsker， 要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。当然要跟我的爸爸说辛苦你啦，知道你很辛苦，所以呢我们会好好爱你的。就要送一首歌，有首歌我们是爸妈，我知道你们的关爱，爸妈我知道你们的期待，所以我们会好好加油的。虽然这首歌不是写给我们自己唱的，这首歌是写给孩子的创作歌。其实我们在创作路非常的喜欢，爸爸也喜欢我们唱歌， 对吧？所以爸爸这个视频要给你看的。对，希望你呢在父亲节里最重要是身体健健康康。你每次跟我说你脚很疼，其实我很心痛。我打算要去买可以帮你护脚的。然后我希望你可以身体健健康康。然后呢，我的专辑赶快发了，然后让你听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听我们唱小苹果是吗？我唱一段给你听啊。OK， 不要每天晚上听啦，等下你失眠。OK， 因为我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在偷听妈妈跟我讲。好，来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。哎呀，我们唱错了。好了，爸爸就这样了，爸爸笑我们。好了，爸爸，父亲。